是在吉隆坡，今天有点沙哑，但是还可以跑。在吉隆坡的市中心有一个操场叫做巴当莫莫，所以七点半，现在已经七点半了，所以我们即将开跑，从这边跑，今天是跑一个五公里的，所以我们即将开跑了，大体上都已经在这边集合了。In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, let's go!五公里的，总共有1200多人参加。这个上坡不是这样容易，前面六个人没啦，今天要轻松跑，七个八个，不要跑这样快的，放一辆跑了一公里了，这个地方蛮不错的，前面有36个人，天气凉爽，还没有看到太阳照出来，哎，这边才1.6公里就会油灯了，也好，山路不好跑就这样子。哇，这样小的可以跑这样快，2公里的，现在是上坡，可以看到后面就是从前面过来的一大群人。人潮是在反方向的过来，前面48，前面还有47个人，现在下坡了，应该终点不远了，一样48，小子一直哥哥我，然后再停下来，我一个过去，因为他又来。应该多半公里就到终点了，这段路应该是全部下坡的，我带水来再喝两口，不觉得口渴，哈哈哈哈 OK， 再过两人，前面剩下46，1250个人参加这场五公里叫做 H2O 水的赛跑，前面就是吉隆坡塔，吉隆坡塔太阳在背面，相当的高，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可想而知，这个地方是很靠近市中心，靠近吉隆坡塔。哎，这个小孩子可以过过他吗？看最后。只有终点的冲刺，前面有一个，
我几乎一个人，哎，还是跑了，还被做一个背包。我看这边要开始冲了，应该剩下最后百米多了，而且是下坡的。OK， 46。45冲下来了 ，Hello， 哇，还有上坡，还有断续上坡。还没有这样快到，前面36，已经4公里了，现在再各过两个，剩下34个人。前面是那个国家银行 Bank of Gar， 最后1公里了。哇，这次真的要到了，前面32个人，终点在前方了，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聊。哇，还有喷水的，哦，到了终点，哦，来。Thank you. 奖牌。三百。三百。OK。33分钟。5.4公里。拿到水，还有奖牌，奖牌，这样子就对了。看一下。